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气候变迁已经不是陌生的话题，要说人尽皆知，并不夸张，都可以朗朗上口，却又妙无百出，常常以讹传讹，显示很多人其实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我是胡建华，台湾海洋大学海洋环境资讯系的一名退休教授，专业上，除了海洋科学的洋流研究之外，大半生在关心人为的地球暖化所形成的气候变迁，冲击了地球系统，也开始加害人类自己。那将会是一场旷世的灾难。海洋想说什么？人类的历史充满危机，也都一一出现转机。转机就是商机，就看我们如何面对。需要的就是创意。